他是怎么敢的？对，跳了一个。蓝楼。PU 后面那个跳哪里来？是不是跳后街了？没看到。蓝楼。不知道点。嗯。不知道几点。你看一下。我观察一下。我这个被我锁住了。OK， 我这边，我这里。就在中间。走了。没有人了。你像踢死路边的一只，我已经很辛苦了。右边，打后面这个呗，打后面这个。打头了，左边这个。 地标坡后有一个，倒了。正右下的，右下。我来救人。你们可以打一下右下的人，是扣姐。好，我去。跑了，那人开始下去了。 还有你们门的另一头还有一个，我先救一下人，明明打头的没事，我打他头了。你先打，他没过来。在哪？明明我过来帮你。在中间，打头的，三标，死完了。我操，对面。哦。哎，他倒了，他死了。 我操，这傻逼真敢踩啊！他敢踩上来，不行，过不去的。教堂倒了一个。哎，你们能看到这边吗？我跟你说，他教堂三个人都在这边扣我们这边的人，哦，四个，三个人，起码三个人，又倒一个，教堂倒两个。 教堂倒两个，这边有人，没有，你们可以站在这边，站在这里。那走呗，来了，都没丢上去。找了一个，掉下来了，打的不是一队的，我打的一队。牛逼！系统，咱们从左边小门上去，上那个楼顶。 有火，你的火，你的火。这里地龙有火。里面，里面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缺口，缺口，缺口，有人，系统，递东西了。在哪？缺口，我们教堂主缺口。找两个。牛逼，牛逼。我先救，我先救，我先救。哎，不，小心烧了，小心烧到。哎，对，爬进里面了。转了，转了，转了。 外铺还倒了一个，OK， 你去楼顶吧。一标石头，牛逼。这边还在封印，这边要跑。四标也有一个。封印那个在救人，他救起来要跑。倒了。 流死了，没人救了。我总感觉我们脚下这里还有一个人。我那个也流死了。那就这个石头，一标这石头有一个。这，我不坏了吗？我脚下有一个，一滴。嗯。